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凡人趣日频道。今天和大家分享醋溜白菜。这是我自己种的大白菜，因为外边下雪了，最外边的几层已经冻了，扒下来可以用它包包子。做醋溜白菜要用靠近白菜心的部分，这是白菜中间的一层，我做的话就用白菜中间这一层做。好，这芯就不用了，这些够了，把它洗一下。这白菜就洗好了，现在就切。好的白菜这里边没有黑点，去菜场买菜，如果你发现这个白菜这里边有黑点，那是大白菜生病了。自己种的白菜就好，没有这个黑点。通常来说，这个要切成抹刀片，抹刀片是这样切，这样片下来一片一片一片这样切，这样的话1.25毫升的小勺撒一点盐，撒一点盐是撒一下水，拌拌以后把剩下的一点盐再撒上，利用这个时间去做准备工作。葱姜蒜，把蒜切一下，把葱呢分成两部分，这葱花斜的切，这个准备好了，现在准备碗具，淀粉7.5毫升的一勺，这是山西老陈醋，两勺醋。这是李锦记的生抽，我一直用这个酱油，所以用一勺。对，一勺生抽，7.5毫升，5毫升的糖，李锦记的蚝油。好，这么多蚝油。一勺蚝油，费好大劲倒出来，太浓了。把碗汁先调好很重要，因为一会儿炒是用最大的火，一样一样的放就会很紧张。大约10分钟，白菜有点软了，出了一点水，不多，这有一点水。现在去炒了，锅里倒一点油，放入葱姜蒜，用小火把葱姜蒜炒出香味儿。炒到有点变色，现在开大火，然后倒入白菜，有点水一起倒入，白菜炒熟了，淀粉会有沉淀，把碗汁和一和，沿着锅边倒入，再翻炒几分钟，这时候闻到的不是酸味，是醋香，醋香四溢，味道非常好。醋溜白菜是鲁菜中一道名菜，也是一道很家常的菜，做法看似简单，但是想要做的爽脆入味，从切法、调料用量到火候把控，都需要一些技巧。最后撒一点葱花点缀，醋溜白菜好了，芡薄质量，一滴水也没有，给我点个赞吧！欢迎您点击凡人趣日订阅我的频道，谢谢收看，我们下次见。